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今天更新，新英雄金蝉，也就是唐僧上线。那么新英雄强不强呢？今天特意去体验了一把，可以说新英雄好弱啊，还特别容易被猴子针对。游戏一开始，猴子就和我打招呼，出于礼貌客气地回应了对方，对方也很客气地表示不会对我怎么样的，可结果却是不停地虐唐僧，简直不要太过分。而唐僧打孙悟空就和刮痧一样，这唐僧是不是该加强了？不然怎么在游戏里教猴子做人呢？那么大家今天有没有进游戏体验新英雄金蝉？觉得这个英雄如何呢？Thank you.